往哪儿跑？你还有地儿可跑吗？贺兰真，贺兰真，你又是你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但你回来了。我身边的人呢？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庞鬼和苏锦儿去哪儿了？庞鬼死了。至于那个苏锦儿，你就别替她操心了。你好好想想，在你昏迷之前，发生了什么，才会让你在我的马车里醒来。 王妃，口渴了吧？喝口水吧。